Where is Fan Zhendong? Recently, Fan Zhendong is playing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mpionships 2024. But he is still absent in the big WTT event. This is the match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mpionships 2023.这球发完球也是一个打了一个发抢，这球是樊振东反手扎力的一板反撕。 回了一个直线，于子阳现在所有的球都是往樊振东的中路去给，还是发自中间偏正手的这个位置。哇！ 于子阳接连的几个得分啊，都是发到了樊振东的正手偏短，这个位置的球呢不太好摆，也是想逼着樊振东，要么就直接从反手跑到正手正顶爬。哇，这是一个超级球！ 这球回放，于子阳这球是拉完这板，第二板我也不要了。两把回头都是在于子阳的正手位。 最后的比分13比11，樊振东是拿下了首局。
这球是捞了一板，第二板。现在对于于子阳来说，一定要加强前三板的控制。所以对于于子阳来说，一定要在前三板上加强一些控制，然后在落点上去扣一扣。前场上的比分4-6。哇！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对抗。反手拧起来，正手扛住，回到反手，这球是磕到板边了。我反手直接是压斜线，这球的质量太高了。樊振东的发球，给到正手短，反手想起。地旋转发球，同样还是选择发地旋转，这球就是发给于子阳顺顶的，因为地旋转发球你要想控制台内短球不太好控，那么这球只有选择一个劈槽和一个反手顶。但于子阳第一板上手有些勉强，这一板质量没出来。这球樊振东是拉了一个薄边，振东控制住台内，于子阳顶起来，这球樊振东是快带了直线，对于子阳来说一定要对现在的正，好球，哇，好球，这球太棒了，双方运动员发挥的都极佳出色，在这种强强对抗当中啊，樊振东还是最后一板锁到于子阳的中线，哇，樊手的加力棒，哇，是真的暴力，但这球也是被于子阳扛住了。漂亮，正手的反带直线，就是一把正手的拉直线，
这球也是一个运气球，擦了个死网。这一板于子阳的上手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于子阳盯这种半出台啊，也是盯得比较死。哇，最后没有办法，樊振东真的是太强了。第三局比分11-9，樊振东是3-0战胜了于子阳。但是不得不说，于子阳在今天的这场发挥当中啊，真的是太棒。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